哎，正义啊，我，是这样啊，我要出差两天，你看你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郑国？什么那个那丈母娘那人，你不是不了解是吧？怕他给郑国脸子看，这样对我不好是不是？要不这样吧，要不你还是去找嫂子吧，反正郑国也愿意跟他们待着，是不是？行行行，我知道了啊。大哥，二哥不要我了吗？谁说的？二哥工作忙，他得挣钱，挣钱给你和浩浩买好吃的，买新衣服，对不对？这个是谁啊？你不认识。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呀？那我接。哎，小宋啊，啊。郑国，过来。郑国，来呀！你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想吃点什么？没事儿，来，过来，过来坐，过来呀。来呀，郑国。你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就自己拿啊。嫂子说晚上吃零食长蛀牙，那是她不想让你吃，吃完了再刷牙，啊。来，还有这个薯条。我想带给好好吃。行，咱下回带给好好啊。今天晚上，你就跟姐姐在这儿住。啊，好，行行，你自己睡那屋行吗？自己睡。还有嫂子，还有好好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呀。郑国，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以后那间房子就归你了。我回家。郑国，你听话，这就是你的家，你就跟姐姐一起住好吗？我要回家。郑国，你听话啊，今天晚上先跟姐姐住。我要回家。哎，郑国，你哥出差了，他把你交给我就是让我照顾你。你今天晚上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睡吧。我要回家。哎，郑国在不在你那儿？没有啊。哎，嫂子，那我哥没回去找你啊？找我？
要是找我还给你打电话。你说他能把郑果放哪儿了呀？哎呀，嫂子，他不会把郑果一个人锁家里了吧？不会吧？我刚才回去看了，没有啊。哎，你赶快给你哥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啊，好，这样行，挂了啊。哎呀，我说你呀、啊，你人回来喽，你的心还在老赵家呢，惦着这个扯着那个的啊，你累不累？郑果啊，他换个地方睡不着觉，我怕他又回去了。要是回去了，把他一人放在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出什么事儿跟你不沾边啊？真是的，那郑大是他亲哥哥，他能把郑果一人放家吗？那可不一定。赵正大啊，知道我放不下果，他知道我会回去的。哎，别打啊！队长，你哪儿了？你说。我让你别打，我就不信了，那郑果离了你就不活了。你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一晚上，我明天一早就送你回家。不是，你看这都几点了，外面天都黑成这样，人都没有，咱又没有钥匙，你看怎么回家呀？啊？回家。我知道你有钥匙，我。喂，郑大，郑果挺好的，没事。我今天晚上给他买了好多零食，他刚刚还嚷嚷着呀，要给好好留着呢。你还是别叫他了，他都快睡了。你再叫他，他有精神了。那个，你放心吧，啊，有我在这儿照顾他呢。郑大，你不带这么跟我客气的啊。拜拜。想，那郑果一个病人，他来了，我不怕你妈，我不方便。那怎么办啊？那还得给嫂子打电话了。打吧，那不打怎么办呀？只能打呗。打吧。喂，哎，郑毅。没事了，哦，那他在哪儿呢？哎，那个，你甭管他在哪儿了，反正他没事了，你就放心吧啊。那先这样挂了，哎，你怎么跟嫂子直说的呀？我怎么说呀？我说不出口。喂，喂，郑毅，喊什么喊？哦，妈，那个郑毅打来电话说郑果没事了，不让我管了。既然郑果没事，你操奶奶的心呢？郑果，你跟你嫂子住这屋啊？嗯，还有好好。这墙上照片怎么只有你嫂子啊？你哥呢？哥隐身了，爹来的时候才有。原来你是演戏给你爹看的。咱这不都回家了吗？你怎么还哭啊？不要，好好。
你睡一觉，明天咱就找好好去，行吗？嗯，宝宝。你几点了？你看看外面的天，都黑成什么样了？你是好好的姑姑，你得给好好做一个榜样，对不对？你听话，来，赶紧睡觉。正姑，正姑，这啊。正果，给你吃个奶片，你看，那牛奶味儿的可好吃了。你吃完糖，我一定带你去找好好，我给你拉钩。找好好，找好好，拉钩上吊，听话，来。来，喝水，喝水。嗯，找好好，找好好啊，找好好。来，你先躺下来，先躺下，啊。嗯，正果真乖，快来快来，躺好啊，闭上眼睛。喂，正果，正果，妈，哎，你回去吧，正果回来了。哦，哎呀，我说你呀，回家吧，人在这儿，心在那儿。那行。妈，我回去看看啊，好好放这儿吧，都上床了，我看着。正果的，正大让你陪正果，没让你睡我床上。我不知道你不是那样，你个狐狸精！你怎么骂人呢？你我骂你怎么着了？你不该骂呀！你睡在别人老婆床上，你不该骂呀！你哎，你是谁老婆？你谁老婆？你们都离婚了，你还死你出去当老婆？出去！哼，我还不愿意睡你的床。赵正大的房间在旁边，对不对？我睡他的床，枕他的枕头。干嘛呀？这是我的家，请你出去。赵正大让我来的，他让我照顾正果，他没回来，我不能走。我回来了，你可以走了。你是不是不信啊？来，给你打电话，你问问。你不打，我给你打。来，通了，通了，你听，你听啊。喂，赵正大。请你让小妖精离开我的家，行不行？请你让他离开我的家，出去。哼，宋总，咱们先来批货，您看一下。嗯。这几个童装，看看，
行，你先去质量部弄一下吧。如果没什么事儿，你去吧。喂，郑大。哦，我那手机让你前妻给砸了，我刚换了个新的。嗯，没事儿，我们俩就吵了几句，没发生什么流血事件。哎呀，那不是郑果吗？非要闹着回家，我没办法。谁知道你那前妻半夜里面杀回来了？那哪行啊！我都答应你了，我这人啊，说话算数。啊，行，你放心吧，没事儿，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对吧？你前妻说什么我就听着，好吗？你放心吧，不说了。嗯，拜拜。周雨清，那昨天晚上郑果和你在家睡的呀？还有你哥给你们找的未来的小嫂子。啊？你说那宋天然？我不知道，你问你哥去。哎，嫂子，那你们昨天晚上不在闹得鸡飞狗跳的呀？郑毅，你说什么呢？谁是鸡谁是狗啊？你有没有良心呢？嫂子，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又夹枪带炮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想战胜对方的话，那你得需要磨练。你要是像祥林嫂是那种唠叨不停，我跟你说你肯定赢不了别人。行了，我赢他？你个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服的人，我跟他就没有可比性。对，嫂子，那是吧。行了，我今天不去面馆了啊，你在那儿盯着吧。哎，别呀，嫂子，我这有事儿，我忙不过来啊。哎呀，忙不过来你忙。哎呦。宋总，您的玩具为你准备好了。嗯。顺便，你的饭菜也为你准备好了，厨师在门口等你。好，谢谢。来喽，来来来来来，再吃的鸡蛋炒韭菜。来，好好，你洗手了吗？洗手了。哦，真乖，快跟屋一块吃吧。啊，嗯，来，帮你夹一块。嗯。谁来了？爸爸来了。嗯，是吗？好。谢谢爸爸，谢阿姨。哎，快来快来看。你怎么进来的？我不是有钥匙吗？那是我的钥匙。你想干什么呀？哎，进来啊。宋小姐，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了。谢谢，谢谢。大姐，我没你那么好手艺，我就从公司楼下有一五星级饭店订了一点菜，一块尝尝吧。你要想吃，自己把这东西拿到那边吃去啊，别放在这儿，我嫌恶心。这话怎么说呢？你是不是怕勾起馋虫来以后没得吃啊？没事儿，我让公司的人啊给你送过来就行了。来，好好快吃，五星级饭店可好吃了。不许吃啊！你没听说吗？那个五星级饭店做的饭都是用地沟油做的，你不怕吃了拉肚子？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好好，不听妈妈的啊！妈妈说的不对，这个呀是用纯正的橄榄油还有稻米油做的，可香了。不信你尝尝，快来快来，你尝尝这鱼，特别鲜。好好，不许吃。对了，好好，那你看，阿姨给你买了什么？变形金刚，可好玩了！快点去屋里拆开抱着。乖孩子，快跑！哎，快走！好好，放下！快点，好好快点！大姐，咱们之间的事是咱们大人的，跟孩子没什么关系。我跟你没什么事儿。我想跟你谈谈，行吗？不能撕，嫂子不让动。这个化妆品是我一个朋友从韩国给我带来的，我觉得挺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的。
你找一个飞扬跋扈的女人做老婆的。我也给你提个醒，我相信现在哪个男人也不喜欢找一个啊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的女人在家供着。是吗？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不就是把这房子当正大的七寸在手里捏着吗？这房子我们正大还不要了，房子全给你，照正大净身出户，我给正大买个新的。这年头啊，还没有有钱办不到的事儿。有几个臭钱瞧给你美的，赵正大不会吃软饭的。他吃不吃这个软饭呢，要看他吃的舒不舒服。我相信我能让他吃得很爽。你们闹什么呀？妈妈，姑姑抢我的变形金刚。嫂子说了不准动。对，好好，这个东西不许玩啊。就要。咱不玩，好不好？好不好？就要。不玩，好不好？你吃糖。就要。你吃糖。哎，给我看看这是什么？糖。糖。谁给你的？那个姐姐给我的。不能玩。你干嘛呀？你安的什么心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我怎么了？你看看，哎，你怎么随便乱翻我的东西啊？谁翻你东西啊？你不是给正果吃这个吗？你要成心吃死他呀？你至于吗？不就是吃个睡觉的药吗？喊什么呀？正果拿它当糖吃了还不至于啊？能吃死人呢？你跟正果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得着吗？他叫我一天嫂子，就跟我有一天的关系。你还把自己当正果的嫂子呢？没事儿吧？出去，你出去。凭什么出去啊？出去，这不是你的家，你出去。正大还没回来呢，我凭什么出去啊？出去，这不是你的家，你出去。哎，凭什么出去啊？你吵什么呀？这是。正大，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回来，就被这个女人逼疯了，你知道吗？怎么了？这是。你问他，怎么了？看看，他给正果吃了什么？看看，不是，你先听我说，正大，你这不是安眠药，这是我实在哄不住正果了，你知道吗？我不是，你走吧。不是，你先听我。行了，你走吧，走吧。那个，正大。姐姐说这是糖，所以我才吃的。大哥，这是什么呀？行了，正果，快，你再好好到屋里玩去吧啊。嗯。对不起。不用道歉，你没对不起我。那是你亲妹妹，关我什么事儿？但是我告诉你，幸亏我发现的及时，要是正果当糖吃了，我跟你说，你后悔你都来不及。我昨天跟他通电话了，我交代了，当时还在他家，谁知道后来发展成这样啊？谁知道？哼，正大，你太不要脸了。是，我们离婚了，你在外边搞。是，那你在外边搞啊。你干嘛让他到家里来呀？啊，成心恶心我是不是？还睡在我的床上，你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他来家里边？怎么就我跟外边跟瞎搞了？我怎么搞了我？宋天然不是你乱搞的人啊！就搞了怎么着？没完没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要管我，我能把他交给他吗？我们都离婚了，凭什么我要管你们家果？
雨晴啊，是你吗？哎，哟，回来了。这灰头土脸的，谁找你了？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他赵正旦，现在怎么成香饽饽了？哎，他有人了。我就跟你说嘛，这男人呐靠不住。你看你，等等，你等了个半天，什么结果呀？后悔了吧？谁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男人呐，那都是熊样儿。你结了婚呐，就像那驴啊，有个东西拴着他啊，他不能撒欢。现在没了，他当然就撒欢了。雨晴啊，你就听妈一句话，妈不跟你说了吗？快找个人嫁了。你看你糊里糊涂的晃了晃荡的，你再这么几年，那谁还稀得娶你啊？啊？我就不找。耶，你别跟我提这钢牙的。哎，我跟你说。二梦我看就不错，要不你嫁了他得了。哎呀，行了吧，妈。二梦，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感觉，你对人赵登大有感觉，人对你有感觉吗？真是，你怎么跟俺光当这个生火过你一头热的事？在家吃面了。赶紧过来一趟，我马上上班去了，看一下正果啊。哎，哥，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这嫂子让我看了一天面馆，你又让我看正果，你是不是想累死我？我这着急呢，赶紧过来，少废话。果儿，哥要上班去了，一会儿你二哥过来看你，好不好？嗯。那哥先走了。嗯。乖啊。上了一个女人，爱就爱吧，你要是不爱女人爱男人，那倒是有问题了。可是我结过婚。你要说什么？那个女人老是逼我离婚，跟她结婚，甩都甩不掉她，我现在很痛苦。你痛苦？你痛苦就是你想两个都要，是不是？喂，你好，我是郑大。郑大老师，我有一件很不开心的事儿想跟您说。您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对不起，说出来大家关心一下。你今天的节目挺有意思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吧，让我们大家开心一下。不要拿我工作中的失误当笑料，我不喜欢。对不起啊，我只想让你忘掉心里的不愉快。挺对不住那位听众的。正果的事儿，我想跟你道个歉。我是给他吃了安眠药，那时候我实在哄不住他。没关系，都过去了。昨天我的态度也不好，我怕影响正果的脑子，
我咨询了一下医生，医生说吃一点安眠药不会有影响，你别担心啊。我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莫怕你生气不理我了呢？怎么会？不过这样挺好的，我觉得这样说明以后不用跟我客客气气的了，这种感觉挺自然的。小宋，嗯，我们之间不可能。你不要逃避，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什么事儿都提得起来放得下，可是对于你这件事我一直放不下。正大，我对你很在乎。这是什么？我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在美国是一家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下郑果的病情，这个是他出的一个治疗方案，但是他还希望我们带着郑果去那边进一步确诊一下。你先看看，你要觉得行，咱们就带着郑果一块过去，费用问题你不用考虑。对了，你明天先去准备一下郑果的资料，然后呢，我先去跑一下前期的手续。我想，咱们还要带郑果办一下签证。我考虑考虑吧。你还考虑什么呀？行不行呢？咱们带过去，两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失啊？不好意思。喂。啊。行。大哥，这大姐喝多了。谢谢。以为您能帮郑大郑大。哦，看他手机里有个郑大，我就给您打了一电话。谢谢啊。雨翔，雨翔，来，醒醒来。郑大。郑大在这儿呢。郑大。哎。好，来，坐坐。干什么？你把自己喝成这样？这跟谁喝？酒瓶子人，怎么劝还他劝不住。您是他爱人。啊啊！你跟女人喝成这个样子，还一直念叨着，一定是他最亲的人。走，走，咱回家啊，回家。哎。那我……不不不不不，没事，我来了啊。走走走。郑大。哎呀，好好好。啊，对不起，先生，您手机，那个，哎，好，顺便说一句，您饭店还没结呢。啊啊，还没结，一百六。好，好，那这，钱包在我兜里。学会吃霸王餐了啊？您等会儿，好。啊，不不不，不用了，谢谢。啊，好。那我帮您抬出去。啊，不不不用不用。哎，那您等会儿，您慢走。好。哎，你说你成天嚷嚷减肥，也没见你轻啊。行，你出去吧。
天然能照顾正吗？啊！再说了，你跟嫂子服个软就完了，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嫂子照顾这个家，又照顾正果，还换不回来你的回心转意。不是，你怎么着？你是真打算跟那个宋天然好下去？没考虑过。你是没考虑，人家那边考虑。天天对你这么上心，又是给正果瞧病，又是给你拉广告赞助的，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准备参与内政外交了，你知不知道？有一首歌，我们曾经一起唱过。有一句话藏在心里，不曾对你说。有一个梦，这么多年不曾忘却。有一个人，风里雨里为你在奔波。啊，有一条路，我们曾经始终不曾对我说。有一段情，这么多年无法割舍。有一颗心，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啊，不要错过，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失落把心紧锁，爱不要错过，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爱不要错过，别以为曲终人散，爱可以重新来过。有一首歌，我们曾经心里不曾对你说。有一段情，这么多年无法割舍。有一颗心，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啊，不要错过，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心紧锁，爱不要错过，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爱不要错过，别以为曲终人散，爱可以重新来。